林志颖与老婆陈若仪婚后陆续迎来大儿子 Kimi 及双胞胎儿子 Jason 和 Kason， 他也经常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一家人的生活点滴。他近日就在社交网站晒出自己一打二的日常影片，只见画面中两个双胞胎儿子一左一右站在沙发上，不停地将抱枕丢到地上，他只好两边跑来跑去，玩起你丢我捡的游戏。而林志颖更是累到直接坐在桌上，无奈看着两个儿子的杰作，他非但没动怒，更逗气地说故意吓唬他们。最后父子三人更抱在一起躺在沙发上打闹，画面非常温馨，但还是让他忍不住大喊不容易的爸比。网友看了更纷纷大赞，这老爸脾气真好，好有耐心的爸比，我家小孩丢成这样会被骂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